亚利米书第二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孔喊叫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：你少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伫旷野，伫未捌种作的地滚对我，我拢记得。三节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作圣，作土产起头色的果子，今日吞食伊的，要算作有罪；再下要临到因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四节，亚国家、以色列家的国族啊，恁都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安尼讲。恁的列祖看起我有甚物不义，竟然离开我远远，去对虚假的神，家己正做虚假啊！因也无讲，迄、那个带咱对埃及地上来，带咱经过旷野、沙漠、有深坑的所在，甲旷旱、死荫、无人经过、无人徛起的地，的野花。伫倒位啊？七节，我带恁入肥的地，予恁食迄中间的果子，甲禾米。但恁入来的时，就拍烂三块地，予我的产业正做可恶的。这时拢无讲，耶和华伫倒位呢？翻工入化的拢唔捌我，官长违背我，先知靠巴力。来讲预言，对无利益的神。九节，耶和华讲：我因为安尼，要教恁争辩，也要教恁的子孙争辩。恁着过去基提海岛来查看，找人去基达，留心查考，看捌有安尼的事啊无？敢有一国改换伊的神吗？其实这个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的荣耀来换那个无利益的神。十二节，这个天啊，就因为这个来狂言，极其惊吓，尽在宁静。这是耶和华讲的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两项歹事，就是离开我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为家己开池。是破例未当得罪的地。十四节，以色列是罗伯吗？是家中生的罗伯吗？为何正做受掠的民呢？用的西嗯伊哼哼号，大声嚎叫，和伊的地爬远，声也拢烧毁，无人徛起。十六节，那弗人甲达比利人。也拍碎你的头壳顶，这个事淋到你的身躯，敢是你家己出的吗？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带你行路的时，你离去伊吗？现今你为什么在埃及的路要淋西哈的水呢？你为什么在阿述的路要淋大河的水呢？你家己的歹。要警戒你，你背道的事要责备你。对安尼，通知通看出你弃杀耶和华你的神，无存敬畏我的心，就是歹搁艰苦的事。这是主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第十节，我伫古早时，压断你的担，偷窥你的锁，你讲。我唔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伫大个关山顶，搭张青翠的树卡，哭到身躯惊炎。然而我栽种你是上顶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的种子。你怎样对我变作外邦葡萄树的歹枝啊？你虽然用枝，用这些石粉来洗。你罪恶的痕迹，依然在我面前显出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。
二三十，李太公，我无捌掉垃圾，无对奖罢了。你看你山谷中的路，就知你所行的是安怎。你是熬走大岭的路道，走来走去。你是夜里惯死伫旷野，欲心发动就吸风。少的时阵，什么人会阻止伊啊？囡仔找伊的，唔免落苦。伫伊迄月的确会找到。我讲，你唔通互脚无下，然后嘴大。你颠倒讲，这是无采工。我喜爱别个神，我要对因。伊拉扎，擦互人掠到，怎样见效？以色列家甲因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，也拢安尼见效。因对插头讲：“你是外爸。”对石头讲：“你是生我的。”因用脚趾按我，无用面按我。到拄到患难的时阵，正讲起来拯救我。你为家己所做的神伫倒位呢？你拄到患难的时阵，叫因起来拯救你。犹大啊，你的神会笑也，甲你的神会笑也，平平坐。第九节，耶和华讲：恁为什么甲我争辩呢？恁拢违背我，我督责恁的行义是空空的，因无受更改。恁家己的刀分别恁的先知，亲像免会使。这世代人啊，恁得看明耶和华的话，我敢对以色列做控压呢，还是做黑暗的地呢？我的百姓为什么讲，我脱离约束，无阁归向你啦？三十二节，在色路，敢会袂记得伊的装叉吗？新娘，敢会袂记得伊的水衫呢？我的百姓却袂记得我袂算得日。你怎样修正你的道路，要求爱情呢？就是恶劣的妇人啦，你也予因行你的路。过你的三基有无做会善良人的话？你待因，并毋是拄着因为处空，乃是因为这一切事。你要讲我无做，耶和华会生气，立刻按我消啦。看，我要审问你，因为你家己讲我无犯罪，你为什么走东走西，要改换你的路呢？你要因为埃及来见效，亲像前因为亚述来见效一样，你也要双手抱头壳对埃及出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拒绝你所挖去的，你也要对因得到顺利。